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首诗篇是非常经典和著名的诗篇，在从古到今的诸般圣约群体当中都被纪念和颂赞。犹太人，他们虽然是周六来敬拜，不守我们的主日，但是他们在这主日，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也都会颂唱诗篇。第一首要唱的就是诗篇24，而在传统的大公教会，尤其在中古的时候，那么他们会在一个日子叫做耶稣升天节这样的节期当中，也是要来去唱诵这一首的诗歌。因为后半部分大家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是那荣耀的君王如何得胜凯旋进入他自己的城，所以这个在历史上是非常著名的。尤其是在我们改革宗的教会呢，又会常常在圣餐的时候来专门唱这一首的诗歌，就是用这个作为我们的圣餐诗歌。你可以知道24篇啊，在历史上被神大大的使用，他在新约当中也是有过引用。比如我们知道有一个著名的教导，就是关于凡事都可行，不得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不得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世上所卖的，你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保罗解释这一个原则的圣经根据，就是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就是来自我们的诗篇24，对吧？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句经文有这样大的能力，它能够贯穿和带出很多原则，让人去效法遵行。为什么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就代表着你凡事都可行。但是你也要注意，一切的事情你不能以你就说这个犯不犯罪吧为基础，你说的是个底线，对吧？你的人生如果只是以不犯罪为标准，那你大概率要犯罪。你总想在河边走，还想着不湿鞋，这大概是不可能的，是不是？所以人的目的，我们说是要荣耀神，是要对别人有益处。就像这里所说的，造就人，求别人的益处，为良心的缘故，这是有次序的。上帝的荣耀，他人的益处，最后你自己的良心，你自己。这是因为上帝是一位有秩序的神，一位有秩序的神，就从这诗篇当中都能体现出来。在希伯来人的文化当中，在犹太人的文化语境当中，当他们提到海、提到山、提到陆地，它指的是什么？我们一说大海，可能有人住在海边，听过一首我这个年纪人懂的歌，大海啊我的故乡，是吧？他会觉得这是很美好的，或者说海洋象征着很宽广，大地象征着很厚重。但希伯来人不完全如此，犹太人能坐车绝不坐船，是吧？犹太人是一个非常恐惧大海的民族。为什么呢？是在他整个的一个框架意识形态当中，海始终是混乱和邪恶的象征，大地是厚重和秩序的象征。大地代表着秩序和祝福，这个倒是不用多说。刚才我们所读的24篇开篇就这样说，也包括其他经文，比如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他创造了这个大地，让大地厚重坚实，是代表着他的祝福和秩序，因为他要给人预备住处，是不是？这是一个秩序和祝福。而海洋为什么代表着混乱和邪恶呢？你创世纪开篇就告诉你，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嘛，对吧？神的灵运行在水面。还有像以赛亚书说，唯独恶人，怎么形容坏蛋的呀？我们中国形容坏人坏的什么冒泡还是怎么，是吧？这儿说形容坏人，他坏的吧，就好像翻腾的海一样不得平静，变来变去，反复无常，其中的水还常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是不是？这是希伯来人的形容。这样的人
知道了新约哈，犹大书，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或者翻译成玷污。他们做牧人，只知牧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流荡的心啊，墨黑的幽暗，永远为他们存留。你可以看到，这是整个希伯来精神当中，海洋大海始终是一种混乱邪恶的隐喻，甚至于被认为很多的妖魔鬼怪都是从海里上来的。你看看启示录是吧，这是他们的这个传统。所以你要读到这儿的时候，不可直接的拿我们对于一些事物的指向和隐喻替代过去。如果你说开来去，其实你看希伯来文化是一种根植于游牧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一种厚重的文化，是吧，它简朴清新刚健。两希的另一希希腊比较是海洋的文明，对吧，也就是说那个希要在这个希之下，希伯来为根，希伯来希腊基督教这个传统才是合宜的，你倒过来就会出问题，倒过来就会出问题。所以说这样的海洋不是说被上帝所恨恶不能使用，而是说它要臣服在那秩序之下。二十四篇就是对这一个精神这种隐喻非常好的一个诠释。整个的这一个画面感你想象一下，就是说地球上边是不是大多数的这个面积是水来覆盖的，对吧，陆地只占20%几，整体是水，在这个混乱的恐惧的这个水上边有陆地，人心就是这样的，你离陆地越远，你是不是心里越慌。地球上在南太平洋那个地方有一个点叫尼莫点，不知道你知道没有，就是地球上离所有陆地都最远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别说人，连生物都没有，连鱼都不去，你明白吗？所以那个是一个空间站的卫星啦，飞机的残骸最佳投放点，全往那儿扔，砸不着任何人，砸不着小动物，没有。你如果把你流放到那个点，给你一个小岛，给你一艘船，在那待着，活地狱是吧？水牢啊，很恐怖。所以你想象神的创造这个画面，那种汪洋大海，那种混乱当中有大地，然后在大地上边有高山，我们今天的题目就似乎是可以叫做谁能登他的山，是吧？然后在这高山之上有圣殿，圣殿当中有谁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刚才这个画面我告诉 AI 的时候，他画了一个这，还挺像的，还挺好的，是吧？海上有陆地，陆地上有山，山上有个殿，不是庙，殿里有什么人？我们的重点就是要说，到底殿里有谁？谁能进他的殿？谁能登他的山？这就是一个灵魂之问，对吗？在这个创造秩序之上，一下子引入到了这种敬拜人间的事情。你如果没有这个背景的话，你会觉得好突兀啊！难道这是诗经中的比兴的手法吗？还不完全是，因为对犹太人而言，那造天地的上帝也同样是造人的上帝啊，那建造圣殿的也是那位建造教会的呀，这都是一致的，天上的秩序、地上的秩序、人间的秩序，它是一致的，来自同一位神，所以人家转的就这么丝滑，先说到地，说到海，然后马上就说到人啊，是这个意思。这个圣殿当中，这个灵魂发问，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这个问题是大卫代表着上帝问出来的。那么整个的这个诗篇的重点就在说到底是谁，后边直接给出你答案，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我们分别来说这三件事。什么叫做守节心清？守节心清就是说，用咱们东北话说，就是不玩埋汰的，不是埋里吧汰的，这种干干净净的。我曾经在新加坡待过不少不短的时间，当时我在那儿的时候，有一个轰动了这个国家乃至轰动整个教会界的一件大事，
就是他们有一个大的超大的灵恩派教会，那主日聚会前儿恨不得20000人同时聚会，好厉害吧，租这个新加坡国际会展中心的。这个主任牧师叫康熙，他儿子不叫雍正哈，他就叫康熙，不知道姓康叫熙，我不关心这事儿，总之他叫康熙。然后灵恩派教会揽钱的能力很厉害，他的妻子就是左边这位，就是这位师母，是个流行歌手，教会就挪用了大概人民币1亿吧，去资助他的演唱会，然后说这是传福音，因为是福音演唱会。后来这个东床事发，被人家调查，最后这几个从牧者到长老到这个是都判了一些有期无期，缓刑什么不缓刑的，也有重罚。你可以想象这种丑闻是吧？也就是说，这叫做守节心清的一个反面例子，大钱动到大钱。但有时候一些小来小去的事情，我们大家也要来去警醒，是不是我们自己也有这种类似的操作？有人这些年网络上流行一个词啊，就是形容一种什么人呢？比如说，假如我今天上黄小石吃个午餐，旁边又进来一个人吃霸王餐，哈，我就喝着海塞点了一大堆，又意面又汉堡又咖啡又果汁，完事来个甜点，吃完了我没钱，多少钱吧？人家一算账980啊，没钱。然后这店主就出来，那你得付钱呢，这样的话不好吧？这时候我仗义直言，你们这店这么有钱，就不能给他免单吗？啊，你知道网络上对这种有一种称呼的是吧？这个是个正确做法，要不咱们就走公益，交钱，不交钱的话扭送公安机关是吧？要不然你这么仗义直言，是不是你给他交钱对吗？你不可以道德绑架人家店主来为他免单，对不对？但是你换位思考一下，你有没有过那种，哟，这个人这么可怜，教会怎么不管管呢？那么多钱帮他，你居然不帮，以后我不碰见了。你仔细讲，有的时候我们也难免会有这种问题，就是慷主之慨是吧，甚至上升到一个阶段，我们在一些问题上，当年的义和团那个时期，他们喊的口号说这些什么二毛子洋鬼子这些吃教的，他能是100%都错了吗？虽然他杀了那么多敬虔爱主的圣徒，但是不是就有一些人是混在其中这么干的？真的要反思，真的他们守节心清吗？这个问题。所以这些事说白了都是一种钱财的迷惑，钱财的迷惑。有人给你塞红包，你说使不得，但实际的意思是什么？赶紧的是吧？所以福音书说到那四种土地的时候，专门提到有一种土地，就是人听得到了，但是它长在荆棘里，有世上的思虑嘛，钱财的迷惑，别样的私欲，这就叫荆棘啊，把你这个道挤住了。劣币驱逐良币，这永远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小的麦苗那么容易长，你的养分、你的阳光、你的空间、你的雨水都被这些荆棘给你挤住了，长不起来的，知道吗？不是说贵重的战斗力一定强，我说过很多的例子了，你香奈儿不管是那个几号的香水，在轻轨车上你绝对干不过一个2块钱的韭菜盒子，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劣币驱逐良币，荆棘把你的道挤住了，于是你不能结实。这些荆棘最主要的一点就叫钱财的迷惑。吃教的心态就是如同在吃猪血馒头，是慷主之慨，是奉主的名我搞点事情吧，行个会吧。前一阵我非常有一件很感动感恩的事情，就是我们卖烤鸭的小鱼弟兄，他去办他的这一个营业执照的时候，听人家讲要打点一下子，也就问到我，钱也不多，据说不打点这个事儿就可能不能办，但是他有点软弱挣扎。但之后呢，大家都这样的劝勉，还是守节心清吧，过后他并没有去做这个得罪神的事儿，但是人家的正业如期办下来了，你知道吗？
就是说那些愿意去顺服上帝的人，他真的会有一个祝福在身上的啊，这叫做守节心清。包括一些个搞一些以主谋私的事儿，以公谋私的事，一些瞒天过海瞒主过海的事儿，这都是跟守节心清有关系。是不是这种公有制的地方待多了，集体制的地方待多了，花公家的钱就一点不心疼呢？这个对教会尤其是治理者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是不是忠心谨慎的去治理这些事？所以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那个界限，有的人的心态就是公家你死你活跟我没有关系，我个人利益一分不能少，有这种心态的，他是一种职业经理人的心态，对吧？在一个外边的上市公司，我是为了我那120万美元的年薪的，你公司好坏他无所谓，你不用我下一个地方还能用我，打工仔嘛，是吧？但是我们和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上帝，我们真的是生命共同体，不能是完全按照这个方式来看待的。所以当我们说守节心清的时候，用世人的话说，很多人要求希望什么官员什么财产公开，那你说在教会也是一样的，教牧人员你的财产公开吗？你的收入是不是至少你的治理委员会、你的长老会、你的牧师是了解的，对吧？也就是说你是守节心清的吗？你可以在会友大会上报告你的这个情况吗？再说一点掏心窝的扎心的话，你的收入世界上除了你老婆还有没有人知道你到底挣多少钱？还是说连你老婆也不知道？这要了命了，对吧？什么情况？你想将来离婚的时候隐匿财产吗？你懂我的意思是吧？所以说守节心清是要在许多事情上具体的展开的，有很多的内容，但我们可以说到这一个点。综合而言，都是想要在最终之乐当中，他觉得荣耀神，钱财的迷惑就在这儿。他会觉得，难道我享受日光之下一切所得，不是荣耀神吗？我在一种快乐的感觉当中，不是荣耀神吗？难道神非得希望我愁眉苦脸吗？神不希望你愁眉苦脸，但神更不希望你在最终之乐当中洋洋得意，是不是？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合理化。你知道那教会怎么能够迅速搞到2-3万人吗？同时敬拜，无非是这几点，号称能行神迹奇事，会能教你说方言，但更重要的是他教导成功的神学，是吧？教导你在这世上的荣华富贵是你的上帝爱你的见证。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千万别觉得咱们教会在主张仇富，没有任何的这个意思。圣经中大富翁多的是，亚伯拉罕了、撒该了，是吧？但是重点在于神是看你怎么用你的金钱，无论多和少，重点是守节心清，不能用就是不能用，该得的你就得，没有问题，上帝不是仇富的。所以在今天这样的一种社会，如果你去做手术，别人都告诉你不给麻醉师上个红包，他就会对你如何如何，你会动摇吗？论到你自己，你觉得我还可以忍受，是你的孩子呢？如果别人告诉你这件事不可做，那你还是私下找关系做了，这真的荣耀神吗？明明不可做，你用钱开路去做了，这真的守节心清吗？这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在神面前反思的。上帝说，什么样的人可以登他的山，进他的殿？是守节心清的人。钱财的问题上一定要注意。第二一点叫做不向虚妄。不向虚妄的这个原文直译说，向这个偶像来举起你的灵魂，敞开你的胃口，敞开你的欲望。而这里的偶像指的是那些虚无的偶像，虚无的、缥缈的、空虚的、没有价值的，用东北话说就是啥也不是的，这种不像那啥也不是的，是吧？就是说不像虚妄的意思，就是说他敬拜的是真实的又真又活的上帝，不是那些虚空无价值的过眼云烟一般的人的主义学说和思想。
世间的诸般无形的偶像，有时候无形的偶像比有形的活菩萨都更加的让人难以防备。你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拜了那样的偶像，人进入到了这个拜了偶像的情况中，有一个最明显的症状，就是灵魂得了麻风病。圣经中说过很多麻风病，它的外在症状就是身体皮肤失去了痛觉，就因为失去了痛觉，他在那无意中挠啊挠啊挠，挠的这个皮开肉绽，把自己眼珠子抠下来都不疼，是很恐怖的，你知道吗？自己残害自己都不知道疼痛，失去了痛觉。当人的心如同被烙铁烙惯了一般，拜了那虚无的偶像的时候，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心硬了，肉心又被变成实心了，心硬了，以至于对罪不敏感，别人的罪自己的罪都不敏感，他一笑置之，或者根本没听明白这是说的他，或者你就与这罪有份，没有忧伤痛悔的心。若真有人在爱心中流着眼泪为他代祷之后，鼓足勇气跟他沟通他的罪，他的第一反应是自我辩解，我都情有可原，我都是有说不出的苦衷，我都是合理的，做合理化解释。这样的一个心就是向了虚妄，所以失去了这种认罪悔改的能力，就是一个拜了某种无形的偶像。这些东西非常的多，我们习惯于说的太多而做的太少，尤其对于讲道人，对于牧师这一个群体特别危险，因为他们说话特别多，他就会常常有一种错觉，他觉得这个事儿我说出来了，我就是做到了。实际上有时候你不见得比弟兄姊妹做得更好，因此这些做牧师的做教师的都是背着更重的担子，更加危险，犯的罪影响也更大。虚妄的口号特别的多，一个时期换一个。当你看到中国近代的历史，从五四运动开始说，那之后就有一个词，比如说你这件事它不科学，你知道吗？德先生、赛先生进了中国之后，你这个事儿不科学就等于判了死刑了，是吧？你居然连科学都精神都不讲，他先不说科学是什么，是他说的那个科学就是科学，拿这个帽子砸别人，标签贴别人，你不科学这就算完了，再过个几十年你不革命就算毁了，对吧？到了今天，你不爱国你算完了，你居然敢挺梅西，游戏游戏，你跟他是不是一伙的？你只要被沾上了不爱国，你算废了。但是在教会界难道没有这现象吗？说的很多，口号很响，你真的明白你在讲什么吗？我刚信主的时候，一个词叫属灵，相对属灵叫属肉体或者属血气，是吧？因此追求属灵这个词没有任何问题，是好的，但是就会变成了疑神疑鬼。属不属灵？今天你属灵了没有？你这个牛肉面它煮的属灵吗？你这本书你居然读莎士比亚，它属灵吗？你想想这种精神，那一种的范儿。好，过了十几二十年，教会开始归正，口号变了，今天你归正了没有啊？你这个牛肉面它归正吗？对吧？哎，有年轻加尔文主义者那范儿出来了，到处拿着归正审视这个审视那个。可是你一定要注意，这些无形虚妄之事怎么变成偶像的？是他自己就坏吗？不是。属灵是个坏词吗？归正是个坏词吗？不是吧。是看你怎么去理解和应用的。你是把你的心把它塑造成偶像了，没有把它摆在该在的位置上。比如今天当我们学古典教育的时候，我们很多家长咱们同学老师都在学，你会不会情不自禁地说这个书它古典吗？你这么讲话它古不古典？你想一想你在讲什么，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对吧？
这是我们需要来反思的。你拜的是上帝，是他启示的美好的传统，还是某个词、某一个想法而已，以及是你解释的那个想法，还不是这个词的真实的意思，对吧？这是我们一定要来去明白的事情。当你麻木了以后，就会变成有人说，哎，这样的不太好，哎，不听，不受教，想不明白了，听不进去了，形成了小闭环逻辑，你老说我还恨上你了，还不解怨了，哎呦，这个就要了命了，这就真的挺要命的，真的像一个三体里边说的，打上思想钢印了。就是上周在那边讲到说，产生了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误会和错觉，他就那几句车轱辘话来回说，自己把这事说圆了，自己觉得这个特别言之成理，你说来说去他都有理。然后他就进一步的合理化自己的这种虚妄虚无游荡的心的这种东西，就开始倾向于去犯罪，而不是像那种忠诚厚重的，我说希伯来文化这一本整本圣经体现出的那种清新刚健圣洁，是吧，勇敢这样的一种氛围，不再这么说话了。让我说一句话，就叫做似乎开始要作恶以成善了。什么意思呢？上一周我们出去有个小的退休会，我们一位弟兄因为可能是着急上火，嘴角这儿溃疡，抹了各种药都不好，劲儿小了不起作用，劲儿大了这儿倒是好了，整个嘴也都僵了，不会说话了，是吧？特别的糟心。哎，郭老师带去一个神奇小药水，不是这个，图中仅供示意哈，故意打掉马赛克，就是让你不要去搜，是吧？反正是有个很好的小药水，说这个药水一抹就好。哎，他抹了真的就很好使啊，因为人家家里家人曾经受过一点伤，有伤口，医生嘱咐开的这个药，就在伤口上涂抹它，哎，他后来连疤痕都不留，这个药是不是很好呀？特别好的一个药。比如说你想上帝的恩典，这种医治之能，这种的遮盖，这种的拯救，就好像这神奇药水一样，是不是真的？你多大的伤痕，多大的疤痕都能给你治愈，甚至于还能不留疤痕，多美多好的事儿！但我就问你，若你手头有这个神奇小药水，你会不会每天没事在脸上拉口子玩？反正能抹好的，我拉口子玩抹好了，证明这药水就特别神奇有效，神的恩典特别大，你说行不行呢？这样可是很多人的似乎是领受了这种的神学，这就叫作恶以成善。我摆烂，我越烂神还爱我，那不就尤其这个反差强烈吗？显得神的爱和恩典不是特别大吗？大家都知道大儿子和小儿子的比喻，大儿子本本分分，最后破防了，是吧？说了一番话，小儿子反倒浪荡浪荡，败尽家财，跟什么阿猫阿狗埋了八胎的人鬼混，最后都吃猪食，醒悟回来，父亲迎接他，伦勃朗那幅名画大家都见过，是吧？特别好。所以很多人由此产生了一个心态，觉得小儿子比大儿子更好，甚至有人很懊悔，哎呀，从小心二代，哎呀，没有机会当把小儿子，没有机会去浪，像海大海一样去浪，就一直本本分分规规矩矩的，哎呀，我在这老吃亏了，我老后悔了，有这个心态。可你忘了一件事情，父亲在说大儿子的时候，他说，我儿啊，我的一切不都是你的吗？你现在看你弟弟给他宰了个牛，杀了个羊，给了个戒指，你心生不满，你认为他不配，他得了一个羊，那我剩下那9990头的羊，那个家产的不都是你的吗？你是长子，对吗？你只是说在这件事上犯了罪，你刚硬，你不怜悯你的兄弟，你不为父分忧，主动去寻找你的弟弟，你去找他，把他找回来，这个事该多好多完美，对吗？
所以说那真正去寻找浪子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教会当中你委身在这里好好的，但是你能去寻找迷羊的这样的儿子，难道不是神更喜悦的吗？或者我的意思就是烂成了那样的小儿子他悔改尚且都荣耀上帝，大儿子若悔改岂不更荣耀上帝吗？是不是？他本身做的就很好，挺守节心清的，是不是？可是他在这一念之差上就真的是像翻车，像一念成魔，他开始就一下要自义到好像要跟神比，好像要来去跟他父亲平起平坐，这是他的罪。可他的罪如果悔改了，上帝当然是喜悦那些人守节心清，生活见证品格服侍各方面都是能够来竭力追求圣洁的人才是更荣耀他，不是作恶成善荣耀他，更不是习惯性的摆烂来荣耀他。我就这个样，我就啥也不是，嘿，我就在教会嘚嘚嗖嗖，我当牧师，我教导你读经我不读，我教导你爱媳妇我不爱，我教导你为主牺牲我不牺牲，我教导弟兄不要看不良网站的话你天天看，哎，但我无所谓，上帝的恩典就是大，我越烂神还愿用我，不显得神特别伟大吗？神奇小药水绝对能包治百病。你要注意这多么恐怖，这是不是拜偶像？这就叫做摆烂以成善，用保罗的话叫做他们污蔑我们，说我们宣扬作恶以成善。没有任何的人从保罗、奥古斯丁、加尔文到如今正经人主张过这种说法，福音不是这么解的啊。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其实很长时间总是有意无意的纵容着自己活在最终之乐，活在这一种的光景当中，就是这种我就越像小儿子，我悔改的时候那个戏剧性场面轰动效应越厉害，反倒是那悔改之后的人生没人关注了。你是不是应该努力敬虔忠心圣洁的去追求神，不太关注我们念念不忘的是20年前那戏剧性的悔改的那一下子，于是我们就总想回顾当年，总想再体验一把神奇药水医治你的伤口的那个过程，甚至不惜给自己再来几刀好显出神的恩典大，结果后来发现这几刀划的一点上帝不医治你，任由他溃烂，任由他化脓，你就慌了，你就慌了，情况在变，真的要警醒，要悔改，面对着罪不辩解不回避，没有任何捷径，就是悔改，就是认罪，就是承受羞耻，免得承受在神面前的烈怒。这样的人上帝是悦纳的，愿意接纳的。当你能够体验到这种心情的时候，那种无罪一身轻的感觉真的是太美好了，不是任何最终之乐相能比较的，真的是刚就像你近视模糊了很久之后配了一副特别好的眼镜，戴上的那一刹那连树梢上那个叶子上的露珠也都看得见，就像你夏天在这个沙漠里徒步了8个小时之后第一口冰凉的汽水一样喝下去，无以言喻啊！你要经历它你才知道上帝那最真实的赐给人的喜乐是什么，是无罪一身轻，是不断的被他陶冶熬炼越来越圣洁像他。第三个叫做起誓不怀诡诈，起誓不怀诡诈的意思这个很好理解了，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圣约，很多的合约，很多的条约，很多的契约，很多的合同，这都涉及到是这里的立约问题，对吧？什么叫起誓怀诡诈？以前我记得讲过，金庸写一个人叫韦小宝，偷奸耍滑世界上最诡诈的人是吧，他去跟敌人要害他的人骗的人家跟他拜把子就不会杀他，拜把子的时候有一句话誓言叫必须我们但愿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是同年同月同日死，是吧？
所以呢，我立了这个誓，你就不能杀我。你杀了我，咱俩不得同年同月同日死吗？他拿这个要挟人啊。但是他也多个心眼，他还挺敬畏神，挺敬畏誓言的，不是敬畏神。他立誓的时候说，含含糊糊的，我愿意和我这兄弟同月同月同日死。他把同年改成同月，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意思是说，我将来跟你死到某个月某一天没问题，我比你晚死五十年就行呗。你知道什么叫起誓还鬼诈是吧？给自己留活口，立约的时候已经想着怎么背约了，这个约是被他利用的。所以立约又背约，你就还不如不立。许愿而不还愿，你就不如不许，遭的罪更大。要不然我们有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的，比如我们说成为同工有同工的资格是吧，你成为会友有咱们会友的誓约，你成为牧师有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对于牧师长老的要求，有世上公司单位各样的合理的制度学校是吧，这都是你立的约，以及这社会上的一些公序良俗，可能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但都是大家约定的默契和习俗。比如婚姻，我们也说它是个圣约。你是不是在结婚的时候，两个人信誓旦旦，说我们的身心灵都要结合，二人连为一体来荣耀上帝，是不是？都是这样说的吧？这个约定一定有这个内容吧？但是就会有人实际对婚姻的理解是，我娶的这位是我的生活上的妻子，我另有一个情感上的红颜知己，我可能还有一个属灵的女导师，三个人共同扮演我的妻子，或者反过来，也可能你只是把你的情感交给了你的丈夫，然后你的属灵的事情不问丈夫，专门问别的一个弟兄，然后你的生活的方面又高度依赖你爸供应，比如就这意思哈。也就是说，你真的想象一下这个约，你是不是在怀着诡诈所立的，或者之后呢，把你的一些个越了界的，无论是心理还是甚至是外界合理化的解释，这只是个例子。每一件的事情都是如此。你跟公司签了约，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拿到了今年年终奖就跑？但是人家说你得提前半年来告知，好做工作交接。什么叫诡诈呢？这就是吧，对吧？所以古人特别讲究诺言的重要性，不需要签字画押的，说一诺千金呢。但到今天这通货膨胀了，这千金是越南盾吗？是什么？不是很值钱。你承诺过的事儿，不是很乐意兑现。所以世人叫职业道德，我们叫上帝的呼召。你是不是忠于上帝的呼召？在上帝眼中看你是否忠诚。当年有过这么一个例子，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这个人在网络上一度红了。这位人送绰号范跑跑，他不是范冰冰的弟弟啊，范跑跑，他是北大毕业的，一个历史系毕业的高材生，当老师，非常的犀利，挺有才华，挺有文采。后来呢，就当一个四川的一个成都都江堰市的一个私立学校的高中老师。他在网上红起来是因着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当时呢，地震一来，整个四川境内都有震感，虽然他不在震中，也震感强烈。然后他就跑到了操场上嘛，老师率先的冲出教室门，跑到了操场上。懵了的同学们过了一阵儿才反应过来，纷纷往出冲，所幸没有伤亡啊。本来这个事儿可能也就这样就过去了，结果他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那一刻地动山摇》，里边有这么几句话，说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
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见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就是因为这一段话引起了一些争议，这个争议不小，大家知道为什么争议是吗？我们的心里是不是默认会觉得当老师是有义务保护同学们的，是有义务让你的同学们先走的，对不对？让学生们先走。但是他反对这个说法，他究竟是起初就反对这个说法如此行的，还是慌不择路之间先跑出来了，再用这个说法给自己找辙和辩护，形成闭环逻辑呢？于是很多人就去炮轰他吗？认为他有点像失职，没有失德，如何如何。结果呢，他就继续的写，后来又写一篇文章叫我为什么要写那一刻地动山摇，继续来辩护。他说我是个基督徒，的确他妻子是，他也参加教会的聚会，至少那个时候参加。他说我尽管参加教会活动，团契以来和尤其结婚以来我改变了很多，但我没法要求别人跟我一起改，而且我改的还不够彻底，正如我老婆所说的，你离神还很远。所以为什么你们不要指责我，因为所有人都是罪人，没有人是道德楷模。然后他就大骂那些鼓励别人牺牲自己，在旁边赞扬感动，而且以牺牲者为标准来要求他人，并不要求自己的，都是伪君子，你们伪君子。那有人说，就是你们教会不也有人真的是为了别人牺牲自己吗？四川当然一直有这样的忠义的勇士，王一牧师是不是？他说那是他的自愿选择，无所谓高不高尚。所以说哈，那别人说那这个作为教师也有这个约定俗成啊。他说我要对你们这些圣人说，把教师当战士，提出要以身殉职的要求，我希望持此主张者拿出职业规范或者相关法律的具体条文，如果是这样我马上辞职不做教师，如果不是那是你的主观论断而已。你说不过他，你说不过，因为你讲教义他给你讲道德，讲道德他给你讲法律，讲法律他又给你讲起来都是罪人，是吧？这就叫闭环逻辑。其实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即便对世人，教师手册、学校的要求都要有一条，就像不成文法一样，是一种默会的传统。就是说老师不是光讲个课，你不只是讲师，为人师表，为人师范，是不是代表着教做人比教他做学问是更优先的事情，对吗？也就是说你保护学生确实是一种默认大家认为的要求，你如果没做到，你承认我没做到，我软弱了，其实别人也不会苛责你，重点在于他将他这个事儿合理化，对不对？是这个问题。尤其如果你还是基督教的一个中学老师，更要想一想，耶稣基督说好牧人为羊舍命，抛下羊就跑的那叫雇工，对不对？这是耶稣的意思。到了后续，我还专门好奇看了看，有人写了个长篇专访，后续他所在的那个学校的校长还挺愿意遮盖他，不愿意在这种网络风暴当中把他拿下，他在那个学校又待了7年的，但是屡次的要妥协才能留下他，要为他专门修改选课制度，让他有课上，并且呢把他的课都安排在早晨11点之后，因为他起不来，学校的规定所有人8点钟上课，除了他，他也不坐班。有一次他睡过头就得校长替他上课去，为了让他安心任教，这个校长煞费苦心，每当教育局检查的时候，他就来把这个范老师的课安排到跟那些人撞不上，免得被人当场抓到。
就这么的弄了七八年，然后他主动的可以说辞职去了另一个学校。怎么辞的职呢？这件事很有意思。有一堂期末考试需要他监考，结果他不知道睡过头了还是怎么的，没去课堂监考。然后人家分管的校长就按照学校的规定呗，开出罚单，扣三天工资，这就是教学事故嘛，是不是？他愤怒至极，当着校长的面把罚单撕碎，并且向大校长来抗议这个事儿。那大校长这时候不能再遮盖了呀，就拒绝他，这不能再通融了。然后这位就直接说辞职，就这么辞的职。到了后来，他教会的活动似乎是不怎么在这中参与了。他早年的精神导师是鲁迅，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教会很多人帮助过他。可是近些年他沉迷在庄子当中，是在讲庄子，研究庄子。用冉老师的话评价，是他的朋友啊，冉老师评价他说，他一段时间内喜欢什么他就极力推崇什么，这是他的大问题，这是多年累积的知识结构的缺陷造成的，很难解决。所以有时候这些人很容易，这是我的良心自由，是我的个人自由，实际上那叫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以这样的方式偏行己路，反倒以此来作为荣耀神的标志，也是让人觉得遗憾的。这样人在当教师的时候或者做牧师的时候，根本不去关心这一个约对你的要求是什么，破坏的时候不在意的，你敢罚我，我把罚单撕碎，这样的人啊，我非常希望他悔改，我希望每一个曾经听过福音的人都悔改，这是上帝所喜悦的。若是我们能够身边有迷失的羊，你还真的直接认识他的，或许这是你今天听到之后可以行的一件事，去寻找，去为他带导，去挽回，对吧？实际上这种跑路的心态，我们这种读书比较多的，脑子太东西多，谁也说不过我们的这种人，我就是这样的。我平常是不爱说话，但每次我们以前大学办辩论赛，我都是做最后的那一位主力辩论手，是吧？就是会说，你肯定说不过我，你找理由我有的是。我深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情况，我们太会用各样理由掩盖自己的怯懦、软弱甚至罪恶。说实话，在2015年我就准备跑路，2015年我就想跑了，但是跟王一牧师谈过之后，我还是听了劝，再忍忍。更重要的是，当我想跑，发现有好几个比我跑得快的，哎，那我观察一下，看看这个好不好。结果出去之后都好惨呢，见证很差，丢下教会就跑，我觉得羞耻。那会儿还不一定完全都是罪疚感，更多的是羞耻。我不能让人把我说成逃兵，丢下教会就跑，继续服侍。但是感谢主，当你不是那么完全主动的，有点像被动的，先去对付你的诡诈这些事情的时候，上帝的祝福确实会临到你。这真的就是切身感受，你不要怕承认自己也害怕也软弱也想跑，谁不想跑，但是你的职分要求你，别人都可以跑，像我这样的人不能跑，无非如此而已。这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这样子。好，所以说到最后又回到这个话，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呢？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呢？大家不要把它做一种道德主义的理解。好，守节心清，意思是不贪财的人，不向虚妄，意思是不搞知识崇拜的人，或者不拜那些个各种主义、科学、民主、什么革命啦、什么归正啦这些奇奇怪怪的人的系统的人。其实不怀诡诈的人，就是本本分分每天上班打卡的人，你可别这样理解，是吧？这是一个标记，重点是在于，就像说到了新约主说的，就更加的让你很好理解，谁是能够来
被主奖赏的仆人呢，就是那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对吧？他们被主所差派，管理教会，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讲道牧养，这样的人是神悦纳喜悦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你说忠心又有见识，就是说我们中国还说叫德才兼备，对吧？这是不是最好的呀？那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呢？有忠心就没见识，有见识就没忠心，怎么选？三国有个人叫曹操，他就主张就看才能，不拘一格降人才，是吧？不拘一格的用人，忠不忠心不重要。三国嘛，来来回回的，谁忠诚于谁呀？三姓家奴，什么吕布那样的人，专门坑爹的，是吧？有的是。他说以才华来论，但是正常人都知道，是不是忠心要胜于知识啊？一个忠诚的神的仆人，若还有知识、有能力，这当然好的无比。但若是一个有忠心，不太有知识，另一个很有知识却不太忠心，那这个次序还是清晰的，要用忠心的人。当年有个德云社出过一个事儿，知道德云社吧？说相声的这个，郭德纲的最得意的大徒弟，认为社儿对他不公，组织对他不平。我是咱们社团的扛把子、台柱子，居然我的出场费这么少，分成捞不到我，愤而出走。他觉得我养活了德云社吧，不是德云社成就了我，他就走了。结果后来居然发现德云社连岳云鹏都能给打造起来，是不是？岳云鹏这样的人，江湖上的评价，相声四门功课，说学逗唱，他占了一个忠字。你说论能力，他根本比不了他大师哥，是吧？但是他占了一个忠。哎，后来你看弄得也不赖吧，小岳岳走另外一个路线，也风生水起的，是吧？这个例子就说明了是谁成就了谁。我自己特别感恩，是吧？这些年进入了开始学习归正，尤其认识王牧，他对于烂成我那个样子的当时十几年前的我，都大力的愿意帮扶我提拔。我知道不是我成就了改革宗，是改革宗成就了我，这话不能倒过来讲的，是我弘扬了基督教，是基督教拯救了我呀，对吧？是这个意思呀，不要把事情弄错了。所以忠心见识要平衡，但又要有次序。这个话总体说的，因为下边你看到呢，称呼呢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你知道这是一首战歌，是吧？这里的比喻是把我们当作精兵和战士，那这个话问你的意思就是谁是我们的战友，是不是就这意思呀？谁又当了逃兵，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进他的殿，就是说谁是我们的战友的意思。那这个战友说的就是这守节心清、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忠心的神的仆人。忠心还有见识，那是最好的。以前我也说过这个比方，拿破仑讲他的带兵之道，这也是军事上单说军事不说别的最伟大的统帅之一。他说士兵就分四种，一种是就是说要么就是聪明而愚蠢，不是说什么聪明而愚蠢，聪明而懒惰，是不是？一种呢就四个属性啊，聪明人往往懒，而精力充沛不懒的那种人往往有点笨，对吧？他说就会出现四种，有人又聪明又勤快又努力，这样的人他说适合当战地指挥官，中层战地指挥官，因为他知道该做什么，而且能够召集队伍去做。而对于那种特别聪明但很懒的人，当将军，因为他懒得去做那些细节的事儿，他看全局。你看三国演义，知道诸葛亮怎么死的吗？临死前一天，五丈原上人家去刺探探子去探查他，
他在那儿点大米的账呢。今天军中运来了多少军粮，一斗一斗的，一袋一袋在这数呢。你是丞相，你是将军，你在这点这个米，明天是士兵们一人二两饭够不够吃，你不累死？活活累死，鞠躬尽瘁，就这么死的。好，所以又聪明又懒惰的当将军，他知道该做什么，但是不会浪费精力做不必要做的事儿。那又愚蠢又懒惰的人呢？他说这个人当步兵，跟着部队走，跟着走，不用告诉他要做什么干什么，跟着走就是了。别人开枪的时候你放枪打两枪壮壮声势也好，但是又愚蠢但是却精力特别充沛的人。拿破仑微笑着说，这种人直接都枪毙了，绝对不能往军队里带。我们说忠心又有见识是神最喜悦的。如果你已经教会四大要求，又讲道又牧养又探访又传扬，你占了一个忠字是吧，都可以学，后边的事都可以学，慢慢来，做不好还做不坏吗？做到及格是可以学出来的，做到顶级像祥王一牧师那是上帝给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王一。但是你隔壁的那个王阿姨，也许人家传福音传的也很好，你也可以成为什么张姨李姨是吧，就这个意思。所以这样的人当他忠心的去到上帝那里的时候，他必蒙耶和华赐福，世上的福分会给你的，你需用的，当你求了他的国他的义，他会给你的。这样的人就成了寻求他面的族类，是寻求他面的雅各，又被神称他们为义，认为他正直，算你有理。这应许多么的大，上帝让你称义，就是我说的那无罪一身轻，上帝还给你赐福，你真是有了神才知道啥叫开心。最后得着那天国的福分，那荣耀的光冕冠冕，那是纯金打造的，没有不在今生是吧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的，这是上帝的美好的祝福。他说那雅各那族类就是他的选民，这样的选民在那天上迎接主的时候唱起这战歌荣耀之诗，这众臣们就抬头。犹太人在他们的这个唱这首诗的时候想象的就是那抬着约柜进耶路撒冷的场面对吧，而我们呢是一群荣耀的人迎接着上帝进入他的城的那种感觉，那是未来会发生的一件美好的事。众城门你们要抬头，永久的门户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是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他是那掌管战争的神，他是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掌管战争的神，他是真正的这一位元帅。众臣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把头抬起，荣耀的王将要进来。你明显的看到了这种唱和的感觉是不是？再重复一遍，荣耀的王是谁？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城门。所以我们说神要进他的城，城门都要打开。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说和从教会的角度来说，它都可以成立。从你个人的角度来说，启示录讲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站在你的门外叩门，听见你声音，他声音就开门的，他要进去到那里与你一同坐席，得胜的要赐他在宝座上与他同在，就如同他得了胜在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这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我们常常说的那个神在你心门外叩门对吧，你是不是把你的心门打开迎接主进来？作为教会，你是不是把你圣殿把这个城门众门户都打开，向他抬起头来迎接你的神进到这殿中，他的荣耀充满这殿，那些敬拜他的人都被神的那荣耀的云荣耀的火那烟所遮蔽不能看见，那些一同
从那波涛汹涌的海中乘着方舟到了陆地，在陆地上不辞辛苦跟他天路旅伴一起来登山的人，在山上最后都到了顶点进入圣殿的人，他们一起来服侍上帝，打仗来敬拜他，上帝就是要以这个方式来荣耀他自己。所以到底谁能够进他的殿登他的山，我们的总结就叫做守节心清，不向虚妄，不怀诡诈。如果用咱们东北话说，守节心清，我说了就是那不是埋了八胎的人，不向虚妄就是不整的啥也不是的人，不怀诡诈就是不搞那个阳了二正的人。阳了二正的意思就是说做事很散漫，不服约束的人，哈，跟我们的主题也扣起来。这样的人一起来寻求他，登他的圣山，进他的圣殿，敬拜他。你能这样做的前提是你的心门已经被他打开，他已经进来了，他在你里边又在你外边，他在你上边又在你旁边，这就是我们的三一神，我们的上帝。愿我们以此共勉，共同登他的山，进他的殿，打着美好的仗，荣耀他。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求你圣灵亲自的动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都曾经是，或许现在和以后也还是的，并不守节心清的人，是总向虚妄的人，是常常会怀着诡诈的恶意的人。主，我们的确都是罪人，但是主，求你使我们的心不因此而消沉，不因此而绝望，觉得我已经烂到了连神都救不了。主啊，你明明已经救了我们，医治了我们，使我们复兴，使我们刚强，求你能够来继续的熬炼我们，将我们身上不合你意的渣子除去，使我们那些虚妄之事被你的真实鲜活所替代。主啊，我们若是要敬拜你，若是要越向高处去，就越需要舍弃那无用的装备，轻装上阵。主啊，我们生命当中那些其实还算美好的事物，但若与你相比的时候都算为有害。主啊，求你让我们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我们的见识，我们的财富，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劳苦，我们的努力，主啊，都不能与对你的忠诚相比，都不能与你自己的荣耀相比。若我们真的心被你归正，愿意以荣耀你为乐为目的，愿意以忠诚与忠心侍奉你作为我们的第一要务，那随后的一切求你分别为圣，洁净使用。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